经验单加一下，肥墩儿，陈伟也能加经验单加吗？加他吗？你也可以想要别人，我也无所谓，你不要在乎，因为陈伟坐在你后面，你就很紧张。哎，没事，我就抽个队里的。为什么 CC 不在那个？因为他是紫卡是吧？他不在，也能抽到那个吗？去年的我，去年你好像是在转会里面。好吧，那我加个帅哥，帅哥，帅哥还是盛强哥的？哎，很难抉择啊，帅哥的分高一点，放帅哥吧。没事，我就看一下我那个60抽必得的 SR 能抽出来什么。哎哎 ，RNG 心愿单来啦！打野威，小威，这么好抽吗？加个心愿单就抽出来了。这我操，袁崇一起来了！袁崇一起来了，直接把那个中野组合集一下，好吧？说不定再搞个上单销户，直接上中野搞起来。两个人一起，这个心愿单不能换了是吧？1980八十本是什么？1980就是198。对，就198。抽八十次。不是十抽。198十抽。对。198十抽。原神都没这个贵。我不知道，我不玩原神。他现在抽就是五折冲。那我这些点券抽几下就没了。听起来都挺猛的，但是，哦吼，来了 BLG 辅助刘青松，哇，大帅哥来了，撕破敌阵的伤口，棒不住了，这个技能名字，哦，呼吸也一起来了，什么意思？他来每次来就是来成双成对的，呼吸笑，来王底，这一抽还行啊，质量挺高的。我发现他每次那个抽的时候会给你一些旧队的羁绊，刚才肥队跟袁春一起来，这次那个刘青松跟呼吸一起来，我跟小明不是，小明不是白送的吗？六万抽出来，你要再抽一张他就能升级了。我是狗托，我抽一个刘青松就狗托了，刘青松很难抽吗？我这六万抽，我就想问我这个六万点券能不能把我自己抽出来？我势在必得呀，我这六万抽直接打造出来一个极品阵容。中单哦 ，AD 嘎啦，果然天津幸运单就是好抽。陈伟也有了，我们队只差我了，只差我了。来了徐辉 ，JDG 卡纳比，这是谁？这辅助是谁？好明显，好歹是个 SSR。我到现在一个 SSR 中单还没抽到过，中路就这么难出呗。Hope， 别急，我等一下把奖抽完再去。哦吼，来了！微博 ，Give me the shine， 出了，Angel， 说他出中路他就出了，说他不出他就出了，好歹是给 SSR。六十抽，一千多，LNG。DU 哦，不是 Light， 给你来个光。光是谁 ？Light 是光的意思。哦。我就只见大概一个。再来一下，你点出一个 SSR 为止。哦，来了吗 ？EDG Scout， 江狗姐姐。PK 逆境的骑士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啊，两大爷怎么选阵容配的？还是华子，我这号奔着全华班去揍了，纵魔都来了。我就想，哇，奥特曼，什么意思？小心点，你管住一下你干嘛？脱口而出。叮咚叮咚叮咚，这很出名。叮咚叮咚叮咚，要叮咚了，继续，快没那个了，还能
再抽两个 SSR 差不多。你充了多少？我想一下，这个号有6000多那个点券。6000，那就是。我想一下。34，34，能抽5张。我先看一下我背包，我看一下我现在很需要哪个位置，在哪看我的那个选手吗？开心啊！然后你在那个备战里面你就可以选。OK。好了，赶紧去抽吧。别急，先换一下，先把我陈位换上去。快抽！哎，你还可以给他升级。等一下再给他升。中路先放一下。打野上个围 ，OK。上路，很难抉择。这个能生成 SSR 吗？不能吗？90分，90分真行，90分。上自己吧，能不能抽上自己啊？对，你直接在转会线里面就。上路先放下，先放下，先放个牛。中路袁成伟先上去顶一下 ，OK。哇呀，这阵容怎么说？来一个怀旧版那个怀旧版 RNG。他维护了也能用吗？这家东西，他在用，维护了也能用。OK。再去找一下，下野已经凑齐。那个转会。